拥有30年皮革创作经验的叶发源，是国内少数拿到国际多项大奖的工艺家。他独创的立体皮雕技法闻名国内外，透过精湛手艺和对皮革部位的掌握，让他的每件作品看起来都是栩栩如生。如今他将作品中的螃蟹、蚂蚁、螳螂和田园丰收等五大系列搬到台中市葫芦墩文化中心展出，要让民众大开眼界。写实度、精致度算是非常高的。这作品详尽的解说，就怕民众错过任何一个细节。没错，眼前看到这田园系列作品，不是木雕或泥塑，而是全都用皮革下去雕刻出来的。不止苦瓜的纹路，就连光牛上的触角也清晰可见。作者以原比例打造，呈现皮革艺术的精致细腻之美，也为他拿下了民族工艺奖的殊荣。这个系列在制作上有它的难度，就是像我们苦瓜的话，它有微小的颗粒，那我们要先做模型，然后再加皮革加水软化硬化处理，然后用工具去把它那个苦瓜颗粒立体感完全塑造出来，所以它的难度算是蛮高的。从事皮革创作长达30年，因为爱上皮革的手感与温度，一头栽入皮塑创作的行列。而这次展出的共有螃蟹、蚂蚁、螳螂和田园丰收等五大系列，其中螃蟹系列利用皮革伸张缩挤的特性，雕制一只只即可乱真的毛蟹，其中蟹脚上还隐约可见绒毛，让它一举在美国和日本工艺竞赛中拿下殊荣。那牛蹄本身它各个部位的特性是不一样的，比如说有头颈部、腹部、背部，那我们头颈部跟背部的话就比较硬一点，比较扎实一点的部位，那腹部的纤维组织松软，延展性也比较大，所以我们在取材的时候取材某个部位的话，其实这种经验是非常的重要。艺术家表示，皮革的每个部位特性都不一样，呈现在作品上都会有些许的差异，因此掌握皮革的特性以及细心层层堆叠上色，让他独创出立体皮雕技法，希望把写实带入皮雕创作，让民众大开眼界。记者李江台中采访报道。